怎么样？凶手就真的再过两天就知道了。Hello, iStyl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修杰楷。隔茧哦，我觉得不行，他这样穿起来会，好像真的有收贿才会穿，对，穿得太好了，对，这样穿出去，大家就觉得你一个检察官穿这么好，好像也不太对。可能隔茧的风格是比较简单一点，他不能太外显，对，所以这边的。虽然他很低调，但是他价位都不菲，所以身为检察官还是低调一点好。对，我今天的穿衣造型是一个麻质的成套西装，那我觉得会让我自己好像置身在一个意大利乡村，然后吹着海风，喝着一杯香槟，然后很有一个异国情调。那我自己很喜欢，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走在台北街头不会觉得闷热的一个成套西装，然后里面搭配的是一个棉质的 polo 衫，也是我觉得很好的搭配。是如果真的你觉得闷热的时候，脱下西装外套也不会好像很不搭，就是你不穿外套也是可以成套的走出去的。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对。他有给我看，然后他说：“哇，你看有没有真的很美，然后很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就是眼神是完全没有对到焦的。”说：“我觉得很美，对，因为钻石跟珠宝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它就是艺术品。那我没有觉得太不一样，对。那我知道很美，不过2亿真的有点贵啦。我觉得如果……200块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帮夜市找一个。对，好，我不送钻石，然后不送珠宝。我刚刚有挑到一件，我觉得还蛮适合静雯的，就是我觉得这一件罩衫还蛮可爱的，而且它有一个帽子的造型。那它也是还蛮适合现在春夏的一个季节，然后穿起来也是，我觉得它很多场合都可以搭配。对，不管是白天的时候跟姐妹出去逛街，然后甚至是晚上带小孩出去吃个饭什么的，都是很轻松很好的搭配。而且它有点类似那种斗篷的造型，我觉得是很好的，我觉得很适合我老婆。对，就是用这个换珠宝应该还蛮成立的。对，这个真的很难说哎，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为什么陈哥这么帅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杨宁就让他帅到底好了。对，第三季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难扳回啦。就是我本来觉得小月也很帅，就是江汉也超帅，然后伯姐也超帅的，但是为什么大家都独爱陈哥？但是他真的第三季还是很帅，所以算了，就是这部戏让他过了。